这个拉拉，对的。 你看火车，你看火车，他是从火车出来一站，火车回来的。 那边还有，不错，还有一个，嘿嘿。 中山，中山是送中山的意思吧？啊，这个山已经叫中山，中山风景区。是，后来那个的。后来的名呢，就是他那个，对，他是肯定不叫中山。对，他是从中山那里后叫的。中山陵。每个人都是。深中山。 上去不是把你直接的，我一起去了。
个。欣赏的人上天了，搁这里嘛？对，差不多搁这里。这个吧，差不多。上天了，搁这里吗？有可能。好，闭起来。
他你们看到的还是质高吧，桂花糕快尝尝一下哈。我不进去，进去要钱的，八十块钱那个。怎么样？我直接不进去了。哦，我也不进去，我不就要吃。你往前走会，还叫你回来了，你扫码。喊话。请往前走，不要在此逗留。各位游客，前方50米进入夫子庙，请往前走，不要在此逗留。各位游。夫子庙不直接那不一直不一直警察来好吧？一直警察来。你要等会。是票是八十块钱一张。那等会可是上面两个。对，八十。对。不看，你能看到？哎，好看的。上天两的，新上的两的，弄个几百块钱出来的话了，还有这几十块钱不看了，你来给的。那么好，你看，还有个呢，啊，再看那个龙呢，正好是那个呢，人家到云南那个丽江的人更多。那就跟老师吧，老师是觉得安全也这个。你晚上回来？那他们都有钱，他们去几个月了，是不是？我去两年前我就来了，现在才回去的。人家我抓到了，人家也没在里头隔了几个月，他都从超快的回去这几天时间了。不是的，就是你隔了一年就回来了吧？从10月份到10月份3、4月。那两人快在这附近的，开心。好的。多少天？也可以。我们要处理起这边排队还有。感受到大城市，我搞不清楚，是不是？是吧？这要装点多少钱的？我儿子发的，因为没有电，来，我们电脑看着呢。
这比那个鸭子人多吧，好吧，整个的大都市莲花灯。爸大一点，你看那头那莲花灯好。
水长长，鲁豫牛后羊吉祥。那是我家乡，那里是天堂，一路好风光，是谁在歌唱？有位好姑娘站在高岗上，歌声向远方，带你去徜徉。天堂，一路好风光，是谁在歌唱？